你看我以如花这首歌为例，我们前面的 A 段是不需要去开太多后音 B 的，开了以后会很重，会唱得很满很重，会不好听的，是不是？比如说啊，如花白，如花美，好不好听？这个音色是不是已经足够了？但是我们唱青海花为媒，千里万里梦相随，你就会一定会开一些后延闭啊。